你最近忙吗？就是双十一嘛。嗯，在跑各种各样的。对，我也做直播呀，也直播呀，货呀什么的也做一下。有带上没有做直播吗？没有他这么忙啊。有带上老公？跟我老公一起的呀。啊，我跟我老公现在就是用力的融入彼此的生活。啊，就是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去哪儿他也会跟我去哪儿。哎，不在。所以你是享受那种24小时全天候，咱们就这样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要腻在一起，不然我就谈恋爱谈个屁。那如果对方说，我有点要距离吗？那我们就彻底分开。就你要距离的话，那你这么极端，要距离大家就不要在一起。那比如说你会给自己说一周，我有给你半天时间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如果说男生他要有自己的空间，比如说玩游戏啊什么的，我都是不会去打扰的。就是我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，只是我觉得两个人既然在一起，那就好好的在一起，就是尽可能花时间陪对方。如果你连花时间你都舍不得，那你还能舍得为我花什么？周周以前也是这样吗？他跟我一样吧，我觉得我俩都是谈恋爱就绑在一起，我俩都是会那种就是到处去找寻找爱的人，就是我可以飞全世界去找你。但是他现在忙成这样，也依然可以。他现在不是单身吗？他找谁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他遇到爱情，可是他这么忙，你就说如果他现在这样子，怎么去平衡工作跟爱情？我觉得因为我们俩有一些对爱情相似之处，就是都特别会就是以爱情为主，就会为了爱去牺牲掉一些工作，或者说放下一些工作。或者说他在爱情面的状态跟他工作时的状态差别大吗？不一样。他工作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领导，一个 leader， 但他恋爱的时候是个小女孩，他永远是想要做一个小女孩的。我觉得女孩都是吧，都是愿意在爱情当中当一个小姑娘，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周董。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进入到这种我有点对工作上头了的状态？这两年吧特别猛，这两年干劲儿特别足，时常都不在北京找不到人。这两年有恋爱吗？没有。发现原因了。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这两年就是猛在冲工作。你觉得他是因为猛在冲工作所以没有恋爱，还是因为没有恋爱所以猛冲在工作？有恋爱谁要工作？肯定是没有恋爱就是只能工作呀。你们两个是两种方式，你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先往这边走，然后两个人一起找到了。可能默默是我要万全准备，我要把我自己想得很清楚，然后我再迈出那一步。但是我也觉得不能等到你完全特别清楚了，永远等不到那一天，你得把自己推自己。对，哎，自己推自己。有很多事儿我是怕的，包括一些综艺，尤其多人类的，一下子一股脑进来30个大明星。陆姐，陆对，而且那种是带那种住在一块儿啊这种的，更哇，对。但是你不去的话，你这些机会你就没有体验过，机会对，你就没有体验过那是什么感觉，你只能坐在电视前磕着毛磕说那是什么滋味呢？但是你推了自己吧，明明很害怕，对吧？你也要上，然后你就获得了那个经验。对你最后的状态感觉如何？好极了。我给老舅选一个闷声发大财吧。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啊。我喜欢。就是咱们有好东西咱们藏在里边，咱们就是闷声发大财。好东西都放家里。好，你和舅们孩子一家三口就是在炕下，在热炕头里，没毛病，他也都开开心心的。对，你醉了是什么状态？是一直夸夸大笑还是睡觉？我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醉，一起哈哈大笑。我觉得就是如果缺少人生缺少这个没意思啊。那不就是这个吗？全在酒里送给 OK， 全在酒里，这个也很好，喜欢这个送给咱们老舅啊。在酒里。最后吧，我觉得啊，实话实说，我是觉得老舅是有点高级，还需要被大家开发一下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是一种他的风格是很特别的，很独一无二的。谢谢，很欣赏这种感觉。谢谢。那我选了是吧？我手选几个。好，这个是我看了很久。人生唯有一路向前。人生唯有一路向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甚至我没成艺人的时候，我也就看过莫愁的一些新闻和访谈，知道他就这几年经历过一些事情，包括成名，包括背后的努力和
以前生活状态完全的变化做出的一些牺牲，这个里边就是包含很多含义。嗯，人生唯有一路向前，你才能把这些都当成宝贵的回忆。再挑一个，刚才看这两个看了很久。没关系，没有那么大压力。我们应一下景吧。好，应一下景，选一个这个桃花旺旺。哎呀，桃花旺旺还得是老舅。这个我们不用那么多桃花，我觉得希望啊，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有懂莫愁的人，心疼莫愁的人，和跟他能特别搭的一位男生出现。但愿他尽快来到莫愁的身边。OK， 过来呀。所以这三个选这三个送给莫愁。好 ，OK， 太好了。